儿童医院有空调，我们快去凉快一下。哎呀，谁？洋洋，这么热的天还在外面玩，快进屋里去。就不就不，哎，外面好玩啊。头怎么有点晕呢？还有点恶心。啊，怎么回事？火灵灵，快去治疗室。大热天还在烈日下玩，中暑了吧？真是一个吸收黑暗能量的好机会。大王机智，别废话，快点扇。是是是是。啊，洋洋是中暑了，我先去拿冰块给他降降温。怎么回事啊？不好，魔王在利用洋洋吸收黑暗能量。啊，我们快去找李时珍爷爷。火灵灵，百草仙境。中暑啊，我想想。目前对付魔王的配伍中还差一味荷叶精华。荷叶？要用荷叶包饭对付魔王吗？就知道吃。荷叶就是荷花的叶子，是一种生长在水中的植物。荷叶当然可以做荷叶包饭，不过它还有清凉解暑、止渴生津、解火热的作用。原来如此，快去找来《本草纲目》，会给你们指路的。哎哎，这些人大热天也不休息。好的，快！我已经提升了你的魔力，快去阻止他们。是大王，这次不许失败。大王，天太热了，我能请假吗？不能，快去！我来救你。哎呀，为什么每次倒霉的都是我呀？刚好我正在清理水草，这里还没来得及清理。你是荷叶姐吧？我们想借用你的荷叶精华，可以吗？嗯，当然可以。不过，要等我清理完水草。那我们帮你一起清理吧。好啊。这里交给你们，我去别的地方清理。开始行动，我拔！哎呀，草们子，快来帮忙！来啦！有我捣蛋鬼在，是不会让你们成功的。让你们见识见识升级后的恶魔手环的威力！哎，总算拔下来了。这个水草好大，上不了！哎呀，咬错人了！
捣乱。居然被发现了，看招！啊！曹门仔，小心！讨厌的家伙，我刚打扫好的湖地又被你弄乱了。嗯，来了个厉害的，嘿嘿。那么三个你能对付吗？孤零零，有捣蛋鬼怪物还会增加的。超级英雄出马。嗯，你们慢慢在水里玩吧，我先撤了。哈哈哈哈。孤零零，不能让他跑了。嘿嘿，这回赢定了。好热的天啊。小心，他们要出来了。躲到安全地方去，我来对付他们。好。嘿。啊嘿。啊。哼，在空中我才不怕你们。这是这太阳。哎，好哎，荷叶姐太酷了。别以为结束了，好戏才刚开始。哎，坚持到什么时候？哼，谁怕你？好。嘿嘿嘿嘿嘿。糟糕，天气太热，荷叶姐会坚持不住的。我们这个超级组合该出场了吧？嗯，这么热的天，我就不耽误时间了。看我给你最后一击！啊，好热啊，快飞不动了。天热。哎，孤零零，眼上洋洋的小镜子呢？在我这儿。你要做什么？啊？哎。哎呀，怎么回事？好热，头好晕，有点恶心。哈哈哈哈，怎么了？哈哈哈哈，成功了，他们被我用魔法增强的阳光照射中暑了。该超级组合登场了，百草金黄为我左右。孤零零，草本精灵出击。又失败了。哎，谢谢你们帮我打败了破坏湖底的坏蛋。不客气，荷叶姐，你能借我们荷叶精华来对付魔王吗？当然可以。时间紧迫，我们开始配舞。药石同源，健康之源。火里面天元合一。大王，对不起，我有又失败了，我要罚你给我扇100年扇子。洋洋，天气热的时候，长时间暴露在烈日下，很容易引起中暑，会让人头晕、恶心，甚至晕倒。以后要注意，不要在烈日下玩了。嗯，我知道了。耶！好吃，好吃，不过还不够辣，再多加点辣椒粉。这样才够味儿。
多吃点辣才会上火，这样我就能吸收更多的黑暗能量。药剂石有感应了，波灵灵，去看看。这孩子就爱吃辣，一顿没有辣椒就吃不下饭。这下好了，辣椒吃得太多，嗓子也哑了。看来是上火了。波灵灵，这孩子身上有魔王的气息。又是魔王搞的鬼。我们得去找理事镇爷爷。哎，哈，嘿，波灵灵，百草仙姬。魔王在利用孩子爱吃辣的弱点吸收黑暗能量，要对付魔王我还需要一位胖大海精华。胖大海精华？没错，胖大海原产于热带，是一种喜欢阳光的植物。胖大海晒干后多用于泡茶，可以起到降血压、清泻肺热、改善咽喉肿痛的作用。事不宜迟，本草纲目会指引你们找到它的。想得到胖大海精华没那么容易。嘿嘿，大王有何妙计？传说胖大海要唱歌才能释放精华，这儿有点好吃的，去拿给胖大海吃。好吃的，我先尝尝。好辣呀！笨呐！那是超级变态辣辣椒粉，是阻止胖大海唱歌的。我明白了。番茄，番茄，我最爱。找到胖大海了，开始行动。吃了超级变态辣辣椒粉，就别想唱歌，也别想释放精华了。居然有辣椒味，好吃！这一定是新品种。不是吧？竟然这么能吃辣？波灵灵，胖大海，你好。我们想借你的胖大海精华。没问题，我这就给你们。波灵灵，这么容易？那还不好。我的精华要通过唱歌来释放，那么开始了。两只老虎，两只老虎，跑得快，跑得快。这也太难听了吧！胖大海，你嗓子怎么了？波灵灵，捣蛋鬼又是你。没错，不过你们知道的太晚了。坏蛋，居然搞氨酸！我们也来帮忙。来呀！我接，我接，我再接，还来！辣死我啦！这叫自作自受！可恶！看我的辣椒迷雾！
这迷雾太叫人了。别急，好戏才刚开始。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回事？糟糕，番茄藤一定是受了过多拉拉的刺激发芽了。还痒，好痒！触手，触手，触手，还受不了了，快停下！能不能换个招式？还有我呢！别急，我来想办法对付这些发狂的番茄。胖大海，我想你的歌声应该可以镇压那些番茄。你的意思就是我唱的很难听，对吧？这个算了，我唱。但是现在嗓子哑了，声音不够大，怎么办？我想想，波铃铃，我来做一个扩音器。咕噜噜，哇咔咔，超级无敌大喇叭。来，用它可以扩大声音。那我开始了。女生，别问为什么，快堵住耳朵。知道了。他们在说什么呢？两只老虎，两只老虎，跑得快，跑得快，一只没有耳朵，一只没有尾巴，真奇怪，真奇怪！天哪，这声音太恐怖了，真吓着了吧？草莓仔，番茄都晕过去了，该我们超级组合登场了。没问题，百草金火为我所用。波铃铃，草本精灵出击。哎呀，晕死我了！啊，大王，我又输了。耶，胜利了！胖大海，你的嗓子没事了？真的耶！迷雾消散，辣椒魔法的影像也消失了。谢谢你们，看来以后我还是少吃点辣的好。没错。不过现在魔王还在吸收黑暗能量，我们要赶紧阻止他。没问题，我要释放精华了。两只老虎，两只老虎。时间紧迫，我们开始配舞。药食同源，健康之源。波铃铃，天人合一。就差一点点了，大王，不好了！我哎呀，怎么了？快拉死我啦！看来又失败了。好辣呀！目前嫂子没有什么大问题，只是要注意以后别吃太多辛辣刺激的食物，它会引起上火，导致嗓子干哑说不出话来。